每次越填越深，对吧？看看他自己的线条，没有必要想到他了。我就是这样。他是不是想自我预计？您好，本列车因接驳转乘旅客，请稍候，谢谢。We are stopping briefly to wait for transferring passengers to join us.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你好，本列车与您登台往下路去，请稍等一下。有请。大家好，本列车因为爱点乘车的旅客，请抵达第一趟车。哎，怎么了？不用不用不用，还是现金，因为我想问一下电脑，可是因为我不好意思想说，就是过一段时间再输到电脑里面，然后再看，所以应该虽然这样蛮麻烦，可是连线牌根本就很难很难连接了。
是我在想连线很麻烦，因为我不想要背东西连着。对啊，没关系。可是那个电脑是可以，那个代价他们就可以在电脑上面看，对不对？因为到时候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有桌子。它是一个怎样一个架子？全程佩戴口罩，劝导不听者最高罚新台币15,000元，并拒绝运送。Face masks must be worn on the Taipei Metro at all times. The TRTC refused to provide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to those who violate the regulations, and violators will be fined up to $15,050. 在台湾的行程，家人放心安稳。我怀疑会和别人听。相关环新台币有几百块钱后，马维尼就讲：“从这里开始计，将是我的第一站。我不怕被人骂，只不过一般不情愿，还有总的审查。”
整理冰堆放海左侧开门Station, 运安厅，运安市场，左侧开门。